新北市教育局举办的小学运动会赛事进行了开幕典礼，新北市长朱立伦到场肯定运动小将们不畏天寒，斗志高昂，展现运动精神和活力。新北市105年小学运动会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为期3天的田径类竞赛，朱立伦市长到场勉励所有参赛的同学们，透过全市的体育竞赛互相竞技，挑战自我。另外，今天气温下降，但是不影响开幕典礼的进行，依照行程进行圣火进场以及运动员宣誓。同学们展现了热情和斗志，欢迎市民朋友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到运动场观赛，给小选手们加油打气。